你要香香的，我阿爹才会喜欢你。他喜欢你了，出生的时候才会把我放心的留下来，交给你。姑娘，其实将军也舍不得送你去书院的。元宝，你想留下来啊？我从出生起，头一回记起了阿爹和阿娘。阿娘，你愿不愿意让我阿爹喜欢你？这也不是阿娘愿不愿意的事啊。我们做母女的要互相帮助，你帮我，我帮你。你等我一下啊。夫人莫要见怪，元宝自幼没了娘亲，将军又常年征战在外，疏于管教，这才养成了如今的性格。这孩子真可怜，这么小的年纪，大娘子就去世了。夫人，这将军府就您一位大娘子。啊？元宝是副将秦将军的女儿，后来秦副将战死沙场，将军不忍，这才收为了养女。偏是太子出事那一日，所有内奸当值记录都不见了，此事必有蹊跷。他们有心不让你查，你又能查到什么东西？不过我倒是有一计。别把你打仗那一套用到我府院中。我还没说呢。你无非是想说，她是相国之女，把她嫁过来，肯定别有用意。我可以借此来一计，请君入瓮。将军不愧是文韬武略，在下佩服。我不想利用她，你另想他法。我问你，你为何如此信他？想伪装好一件事情很容易，想伪装成一个人很难。总之，收起你那套法子。然后他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元宝，故事讲完啦。这些萤火虫呢，我们等会儿也得把它们放了，不然会把它们闷坏的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看着外面啊？元宝，怎么又把行军帐篷拿出来了？将军，我要帮你呀。哎呀，阿爹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阿爹，请坐。元宝，这阿爹来做什么呀？阿爹，你快许愿。阿娘说，一只萤火虫，一个愿望。从哪听来这个说法？我在书上看到的。阿爹，可不可以给我讲故事呀？好。将军，那你先和元宝讲故事，我先出去了。我要讲一个和萤火虫有关的故事，你也留下来一起听听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的出现就跟萤火虫一样，会照亮他人的路。
见蜘蛛将军！见蜘蛛将军！心间一抹思绪，欲说还休，故事已落霜，似曾相识你的目光，镌刻心上一滴泪珠。将军，将军，快醒醒！一击刺彩火虫，命运有了萤火虫，就一定会有希望的。流进去，沉落在谁手掌？那一语惊卷了春色，心事变柔肠。思念躺在镜子里，掀起细浪。笑和泪模糊过从前，言语几分像。闭上眼，仿佛是你在我身旁。那一别在于是容颜已换了模样，思念躺在镜子里掀起晴朗。见过将军和夫人，圣上得此番邦贡酒，特差老奴赐予将军和夫人。王爷请放心，宫中的值班记录不是谁想查就能查得到的。刘海内奸这般恪尽职守，那是自然。老奴还要替圣上去将军府赐酒，就先告辞了。将军，酒也喝完了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我们从前是不是见过？将军说笑了，我们从前怎么会见过呢？那萤火虫的故事你是听谁说的？我不太记得了。等
但我记得，我记得和我讲萤火虫故事的那个人，他的眼角有一颗泪痣。我记得他的声音，记得他说的每一句话，记得他的一举一动。如果他能出现在我面前，我想问问他，还记得我吗？他应当是记得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他，这三年来，我没有一日忘记过他。我想问问他，当日那剑吓到他了吗？我想问问他，肩膀上的伤还疼吗？我还想问问他，是否会像我一样，曾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看见那晚的山林。
能受得了这迎春谷。十七啊，你还得谢谢我。哎呦，韩莲姐，韩莲姐，你没事吧？玉酒，玉酒啊，玉酒洒了可是要杀头的呀！韩莲姐，请啊，马上就去，马上就去。韩莲姐，玉酒也只是酒，咱车上还有半瓶花雕，倒进去谁也不知道。好，快去啊！哎呀！剑打落人间一春秋。